个新潮流民进党是多么的恶劣，让屏东大火的消防员家属不能团圆，这个是最残忍的事情。待会我要揭幕。那第二个，我待会我也要讲，各位晓不晓得蛋蛋是谁造成那么大的危机？也是新潮流哦，也是新潮流林聪贤干的好事。林聪贤说，虽然他辞董事长，我问了农委会的朋友，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下台啊，他还要召开董事会。你董事会我要解聘以后，你才下台哦，这样才能完成程序。这样子完成，所以他的辞职是骗人的。好，陈其重可以回到中兴大学，他等于是新潮流的一条看门狗。我这句话讲得非常的重，待会我会向各位报告。那再来讲，民进党包含从蔡英文到陈明文，他们英系的也趁着蔡英文下台掠夺土地，拿我们的钱去做他的冷链计划。那这一些各位看看，这些都是地下看不到的事情。很少人知道。我就是到了庙口开讲以后啊，我可以告诉各位，我的手机经常有人把东西通通传给我，待会儿我就慢慢讲。好，我先讲消防设施。我没讲消防设施以前，我们还是对着神明，我们不说假话。我也希望大家恳请支持中天，让中天反贪腐救台湾的声音传到台湾每一个角落。好，我现在呢，我开始讲新的。新的就是讲到这次周春米，各位晓不晓得，新潮流总共统治屏东将近几年，将近八年的，再来周春米快要一年的，总共统治了17年。这个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制造公司的大火，事实上已经不断的示警，周春米不管，一直等到大火这么一烧以后，你造成那么严重的伤亡，造成这么严重的伤亡，你蔡英文说7年前讲同样的话，郑文灿在桃园的那次大火他也讲同样的话，各位不相信去网络上面查一查，他说你放心，未来的抚恤，未来的双倍，我都会给你们。蔡英文，你摸摸你的良心，今天是中秋节，好，我不想批评他，蔡英文讲了那么多次，今日功绩，明日忘记。好，我现在讲整个过程，请问你屏东消防局每个月按月抽查，他没有诚实的呈报的时候，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去盯这件事情？请周春米，你新潮流系统的，你把安全每个月的调查报告，每个月的查访报告，你能不能公诸于众？这个是一个屏东消防队跟我讲的，他说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所谓的装备，你曾经担任民进党顾问的翟本桥说，一直有人在那边卡。我现在告诉各位，南部地区新潮流立委他们怎么卡这件事？因为按照立法院的惯例，跟行政机构的默契，只要有三名立委说我想包这个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行政院秘书长就要协调哦，因为他是执政党。所以我现在我告诉承建人，把协调的结果通通讲出来。你行政院的秘书长李孟燕，谁在挡
消防设备、消防装备，请李孟燕把话说清楚。如果各位还要听的话，我下次会把资料查得更清楚，向各位报告。因为今天有人传给我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上面讲的字字血泪。他说翟本桥为什么那么样讲，你南部的新潮流系的立委为什么你要包消防，请他们告诉我们。那行政院蔡英文现在通通都无辜啊，可是各位有没有看新潮流为什么屏东大火到现在一句话他都不说？哎，真的，你去看看，连周春米什么都没说。我现在告诉各位，周春米就是潘孟安他指定的继承人，他指定的继承人潘孟安的所有的人都留任周春米的小内阁。哦，你刚刚讲的那个许局长，哎，就是潘孟安的人嘛。是，哈，你的劳工局长也是潘孟安的人嘛。对，那换句话说，他们是在搞裙带关系，所以这个就是新潮流不倒，台湾为什么不会好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嗯，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我向各位报告，相关单位老早就找到秦宇桥。哦，已经找到秦宇桥了。已经找到了，但是，对不起，情治单位找到的，检察官截至目前为止没有征讯。哦，没有征讯，这混蛋。嗯哼，为什么我要骂？秦宇桥好好的就住在七贤二路。情治单位都已经找到了，检察官就是不问。各位晓不晓得这个事情？刚刚徐委员、许国泰委员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一家休业的，趁假期一号，3月1号你还能跟他签约？那请问他24号，他注销公司登记，那放假期间这个公司怎么能够登记呢？对啊，公司登记至少，就我所知也要2个礼拜。是啊，现在线上2000人，帕婆姐，谢谢。我希望2000人不够，我们要3000、4000、5000、6000，然后把声音传到台湾每一个地方去，好不好？好。我也希望大家抖内，支持中天，让中天继续下去，让我们可以听庙口开讲，好不好？好。好。我现在告诉各位，秦宇桥找到了，秦宇桥找到了。我现在我透露2点：第一个，请高雄市政府告诉我，请高雄市政府、高雄国税局、高雄税捐单位，请高雄负责工商登记的那个局处，都发局啊，产发局，产发局，产发局，那你告诉我。他没有公司执照，怎么跟农委会签约？陈其迈，我就直接点名。陈其迈，你要不要告诉我们？第二个，你陈其迈说他要调查，可是查到了一半，他只查蛋不查人了。哦，就是涂万财他们查一查，哎，对，哎，对不对？查一查啊，对，各位。你查涂万财干什么？涂万财的鸡蛋是超市啊。对啊，你应该去查超市啊，怎么去查涂万财？然后再叫涂万财去卖蛋蛋给我们阿兵哥吃。这个政府真是丧尽天良，我懒得讲他。好，我讲到这里，各位要知道，超市也好，秦宇桥也好，还有，现在线上有2200人，谢谢各位，谢谢可爱的网友们，希望你们懂内。谢谢。好，秦宇桥的地方，情治单位已经知道了，我相信都已经通报了，但是
他行动有点不方便。对，你应该随时征讯啊。对，为什么不去征讯？嗯哼，找涂万才的麻烦。下一次我到高雄，我就直接找那个涂万才。他们都把涂万才的资料通通给我了。嗯，通通，哈，通通我都放在这里了。各位晓不晓得林冲贤为什么会找到秦宇桥？林冲贤是新潮流的，他在宜兰县长的时候主张农地开放，把那个宜兰市的土地炒得一塌糊涂，那他自己吃的油滋滋的。为什么现在林冲贤他不敢出来？为什么畜牧司长张经纬不敢出来？林冲贤的十三太保现在还有八个人还在农委会，啊不，农业部。这些人都在陈吉仲办公室。陈吉仲，那你干什么？堂堂一个农业部的部长，你要听一个地下部长的指挥？这个就是许国泰委员讲的败坏文官体制。那林冲贤他拿了这一些，然后我想请问你畜产公司出去的钱究竟那有多少？对，我的朋友说不是现在的数目。许国泰委员刚刚讲37，就我所知正确的数字37.5要销毁。销毁还要差不多2亿元。哎，你卖这个坏蛋我还要帮你销毁，那许国泰委员还要花钱，还要花钱。许国泰委员，那你的鞋子卖不出去，政府会不会花个2亿说那我帮你销毁？会不会？那你的便当卖不出去，政府会不会花个1亿说我要把你的便当销毁？对，许国泰，对啊，想得美啊，想得美嘛。对，如果是在站在这里坐在这里的乡亲父老，你们开那个公司东西卖不出去，丢也不能丢的时候，哎，蔡英文会那么好心说我再给你5000万，我帮你销毁？对，我帮你送到台东销毁好不好？我们的政府什么时候做过这种慈善事业啊？有没有？没有嘛，从来没有，对不对？对。好，讲到这个地方，我现在问林冲贤，你究竟蛋买了多少钱？是我们印象中的钱的1.4倍。正确数字，等林冲贤告我的时候，我们去法院讲。我们就去法院讲这个。哦，今天中秋节不能骂人。那我太太特别跟我讲，中秋节啊，阖家团圆啊，不要那么激动，不能骂人啊。好，你林冲贤这一些蛋，事实上公营单位有2家都找到了蛋，但是你为什么不让农委会的另外2家去找？你不是还有一个国家队吗？对啊，国家队为什么不动？还有行政院，好，行政院现在的代理农业部长叫做陈俊济，他说中国大陆的，因为他都有打那个禽流感的药剂了，所以他的蛋蛋不能进口的。对，好，妙点的东西，我就直接了当讲。你向泰国买的，你向菲律宾买的，请问那些蛋是泰国跟中国大陆买的，他们为什么可以进口？对，你为什么你向泰国买，你说不准进口，不准进口就是一视同仁嘛。对，对不对？今天我不想爆料，因为中秋节我真的不想爆料，但是菲律宾也好，澳洲也好，甚至于泰国也好，他那些蛋是跟中国大陆买的。那他们为什么可以进口？对啊，那你告诉我啊。对啊，为什么我们不行？为什么我们不行？所以我们这个政府是在干嘛？就是一天到晚想要A钱。好，第三个，
骂那个新潮流骂得太凶，新潮流不倒，台湾不会好。我再讲那个赖清德，最近我们写了一封信到总统府，跟蔡英文讲，你呀、啊、扮这个坏蛋呐、啊，那你扮那个我那个坏蛋呐、啊，还有说恐吓总统府的那个，马上他就扮出来一个那个一天不到，对。但是什么王宏威啊，还有其他人呐、啊，林北好油啦，对对，到现在都办不出来。办出来啊！我们为了这件事说，请你好好查查赖清德。我们现在问总统府两件案子跟赖清德是什么关系？那我讲话呢，我负责啊，当着神明面前，我讲话我负责，各位。做我的见证，我的确是有讲这些话，好不好？啊，好。我请问赖清德，安院专案是怎么一回事？安住专案到底怎么一回事？你到底有没有监控陈定南？你给我讲清楚。哦，真的、啊。我们就问蔡英文这两件案子，说什么叫做安院专案，什么叫做安住专案？总统府你有档案，要不要公布看看新潮流的领航人赖清德在年轻的时候干过什么事？今天施正峰教授在，今天施正峰教授他在现场，这两个案子我们已经去函给谁？给总统府。那你说，那我口说无凭是不是？对啊。那你先讲几句话，我把证据拿给你看。哦。那你先讲几句。好，我们等那个友华哥拿出他真正的证据啊。他说他一直讲说今天不爆料是吧？我觉得他爆很多料啊，大家说对不对啊？大家鼓掌鼓掌鼓掌。啊，感谢郎啊。我说句实在话，我说哎、他今天自己安抚自己啊。可是他还是忍不住了，为什么？因为他还是必须要讲，他觉得他要讲的时候，他还是要讲。在这里，我们谢谢友华哥，然后潘 Sir 再次抖内，还有一位是张雅希小姐，也是再次抖内。那在线上的这些朋友们，你们不断的抖内给中天电视，说句实在话，那不管是金额的多寡，那就是一种力量。那就是一种支持的声音，我非常的感谢这些在线上持续观看我们中天庙口开讲以及持续抖内的朋友。我说句实在话，没有你们，我们不能继续茁壮，所以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所有在线上抖内以及支持我们的朋友们，谢谢。现在就要听我们友华哥，他又要抖内啊，不是，又要爆料，他又要爆料了。好，那我先找出第一个证据，请干哥看一下，是不是秦台生、秦台生、秦宇桥他们的办公处所登记的公司住址，这个是机密的，一般人只有相关当事人可以调。对，但是有人给我了，各位调到了，啊不，有人给我的。哦，各位看一下，各位看一下啊，可以拍照，可以拍照。老哥太远了，拍不到。哦，好，你就念吧。啊，还要念啊？啊，高雄市岡山区。协荣段00146号一横000建号，然后他那个住址呢，我不能念哈，这个是涉及到个资哈，我就不必念。他是说秦宇桥的办公地点，然后他的租任，我告诉各位，没有租任契约啊，没有租任契约。你叫秦宇桥、秦台生、林松贤，你把租任契约给我拿出来。有没有？你开一家公司，那你租给别人？我想请问各位，有没有租过房子或者房子租给其他人呐、有吧？有。请问要不要有租任契约？一般的哦。那我是不讲公司登记的哦。我说一般就好了。是。你没有租任契约，国税局会不会找你？会。一定会，还要罚款，对不对？对。好。好，
这个是秦宇桥的。嗯，然后我在找写给总统府的。好 ，OK。慢慢来。有华哥，慢慢来。啊？为什么慢慢来？不是他，不是他的料太多了，你知道吗？他这样，我跟你讲，藏在存在什么地方，有时候哈、哦、会稍微忘记一下，所以我们给有华哥一点时间，让他慢慢找。那在此同时呢，可能各位可以开始啊。好，这个是不是总统府公共事务司？各位看一下，来，前面的大姐，那你过来看一下呢，我找到了，你来看是不是总统府给我的回函？嗯哼，对，是不是？是。好，我就开始念了啊，各位稍安勿躁。有华哥好忙哦。好，谢谢。因为太刚刚那你看到，因为太长了，是我们直接写了一封信去告诉他，因为那我跟欧崇敬欧教授，我们在网络视频上面、网络平台上面讲了安院专案、安住专案跟赖清德的关系，还有春风专案。刚刚总统府就是直截了当的给我们回函。我们是寄给了三个人，一个蔡英文，一个是赖清德，赖清德是当事人哦。好，还有一个是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我们三个寄过去了，他们回函用总统府公共事务司，那你刚刚看到那个回函，他说关于我们写给他的，他会参考，他会参考，谢谢你提供宝贵意见。干哥，这是什么答复啊？那就是完全不理你的答复。这完全不理我，他又不敢告我。好，这三件案啊，不，这两件案子我已经讲了，现在我再讲，先叫干哥念一下。啊，没有，谢谢的，斗内的林丽珠女士，非常感谢你再次斗内，好，谢谢，谢谢。好。我现在讲到陈明文，陈明文的前面的我讲过了，我就不讲了。我现在把最新的我供给给我们在座的乡亲父老。我不是讲了陈明文最近几年那你赚了多少钱？现在哈，陈明文他要开冷链公司，陈明文他开冷链公司，他要赚三笔钱。第一笔钱冷链是干嘛的？配合他的养猪场的猪肉冷链。第二个冷链是干嘛的？今天中秋节他要盖一个生命馆，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生命馆吧？生命馆大概知道，今天中秋节不吉利啊，我就不讲生命馆的意思。这个是第二个。那你第三个呢？我问他要不要包铺子市场所有的冷链系统。我告诉你，百亿养猪事业，百亿冷链事业，我告诉你，陈明文就为了这个九笔房产，加上他太太的三笔房产，总共十二笔房产，这个比他贷款金额还要高。还要高。我通通找到了，地段我也找到了，我准备亲自去嘉义看一看，他这个冷链公司在嘉义的几个区，工业区里面，或者是产发区里面，都有冷链。那你为什么重复投资？就是那我刚刚讲的嘛，只要三个立委支持我，我就可以包这个东西。换句话说，那你是嘉义王嘛，你是嘉义皇帝嘛，九笔土地加三笔土地，包含赖那个廖素慧是他太太，还包含他两个儿子。我想请问一下英系掌门人，你300万不跟我们讲那个清楚，现在陈吉仲下台以前说要弄冷链计划，冷链计划为什么？为了蛋，为了疫苗，为了猪肉啊那些，
那个是新兴的，又要开发什么新的养猪场、新的养鸡场，这些人都在发国难财。我讲话那我负责，对着神明，我其实所有的资料都在手机里面。如果我讲到了陈明文，我讲到了赖清德，那我讲到了林松贤，甚至于我讲到了蔡英文，你们不服气的话，中秋皓月当空，你来告我啊！他又不敢告我，是，对不对？对。然后呢，去破其他的案子那么快，但是对于我们所举发的检调系统动不动？都不动。都不动嘛。今天不是说我要讲民进党的贪腐问题，这个政府它本身就很贪嘛。对，他贪的都是我们的纳税钱，对不对？对。我今天没有资料，我今天没有这个文本，我根本不敢讲。可是呢，我都有这些文本呢。公共事务是我现在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讲给了总统府听。对，我们去函总统府，你给我一个答复。他说谢谢提供意见。谢谢。谢谢提供意见。他没有说我要查，他也没讲那我那个说的不对。今天我当着神明面前讲，林松贤，你到底辞职了没有？你到底花了多少钱？你向神明发誓，我也跟神明发誓，我们对主。如果那我张某人赌输了，我有冤枉你，我从自即日起我再也不上电视台，可不可以？要不要赌？你们认为说要不要赌好不好？好，这林冲贤。那第二个我们就来讲高雄市政府没有租任契约的公司，你怎么跟他签约？农委会怎么跟他签约？高雄市政府要不要罚？ Yeah. 要不要罚？对，他为什么不敢罚他？一罚的时候，赖清德就要垮了。那第三个，我想问中南部的那个新潮流立委，你们凭什么在那边挡消防装备？现在发生这个事情，你要不要向全国老百姓道歉？跟神明发誓，以后我不挡这些装备，我要提高消防员的保险金额。他们敢不敢发誓？不敢。不敢吧。第四个，陈明文，那我问你，明明有了冷链产业，在嘉义就有两所，你为什么要在埔子市场的对面找了13笔土地开冷链？既练猪又练鸡，你还练人呢、欸？那你就是一体三用嘛。现在，那我今天讲的话，那我完全负责。如果这几个被我点到名的看不顺眼我，就是欢迎来告；不然的话，我就讲两个字：熟辣，对不对？对。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斐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斐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